再冲一下。那你知道？不好意思，挺恶心。耶，昨天那个报时间，昨天看看我这问他走的怎么样？问他对象也是。看我这怎么样？我第一次做的是炸酱面。看水怎么样？是吧？有那个报时间。就穿自己家。到自己家一样，是吧？该吃吃。该吃吃。不用做家，吃的不自己。吃了这么多肉。然后呢，还是，来在家了，我的手艺不见得好。在家哪会了？家来。挺好吃的。对，那行，等一会儿呗。等会儿。那行。今天你今晚上吃饭给你这个做什么？对劲儿，对劲儿。今晚我来晚了，洗洗了还我出来晚，是吧？那早上我们炒点菜，炒米饭。不是家常菜。那仓库叫人都不熟了，来了我们做点炸酱面。那挺好，挺好吃。第一次做。那也不是不错。那咋了？做的好了。好。是不是给人给？也不知道给合不合的。其实我经常看那视频，你知道吧？看那视频看的，每次那民风都挺淳朴。就是搞三种那个，为了今晚都挺不赖。说实在的，那个人龙哥，对，叫名叫谁？其他人在外。哦，对。我对他就俺经常是在一起，经常见。他就相互都了解，对他，是吧？其实，你包括那个他沙大人，王长寿了，经常跟他们去，我都从头到尾都看了。说实在的，三点钟就整个那个孝顺父母，是不是？对家里那个。夫妻之间和睦，挺和睦。但是亲那种之间的是吧？邻里之间那都挺强的，对不对？都传递一些正能量。对正能量，这对咱社会也有帮助，是吧？小家庭能组成一个社会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天天看你那个这样的环境，大的是吧？我这是哪把人买药？我刚刚俺心里想，俺这俩人买点药。啊，三十包一瓶的男子药。这是墨药。这个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点老实，知道干活，对，没有坏心眼。对，这样说是处在了思想，组成这个家庭。说实在的，你在家里也真不容易，把家里说工人啊，确实挺不容易，那担子也挺重，是吧？我就看你去北京打工的，那个家里你爸又做又车祸，你又该把这个拉多少工人该当，是不是？真正我思想就是，其实你真这样，确实不用，是不是？给一个孩子是吧？他那娃小，你说他是四大姨是吧？对，那时候是反正就是成年之后，一成年然后去北京上班了，十八九嘛。十八九，看我爸呀，他都出这么大车祸，是不是？在北京上好几年班。说实在的，我看那个事情，从我思想就是，真是不容易。改造梯子的时候都有点，其实都没法说，真是，其实思想的地方，哎呀，真是，我听听真是个，可能待在家这么大的，确实思想的，真是的，从思想的话还挺满意，是，对你还是说实话，我真是打100分，真的，确实，从思想上觉得
可满意，可好了，确实做的也不好。叔叔，然后这个听见了，我说一看着门儿，我说掉了个铜像，我说再要是出事门儿也倒了，再把家里把水砸了，家里铜像就真是不让你走，赶紧往开始打了，完了这个十六，呀是的，铜像当家也给你负担点儿，负担点家庭是吧？有啥事铜像就是心里平衡，实在。其实现在就。以前俺家推荐人也听话，就是生俺说俺爷生病，俺爸说这对对这一连几年出这么大啥事儿，谁也接不住。见不着啥事儿。对，那家庭说话儿要是有出点大事儿、嗯，连三连三个是出两两啊，那确实就是这个家庭担心太大。再个你，对对，农民跟这个跟那家庭也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大的积蓄，是不是？再个农民收入也不是高，对不对？嗯、确实就是。从思想你看我家庭，确实人家家里真是顶顶了大事。确实，人多少好看世面。看世面，比起来你村里别人吧，人家人家庭啥？对，其实，只要一家人平安的往前。对对对，平安健健康康的。健康的，这事儿都缺少都无所谓。都无所谓，对对。这姨妈这个求个健康，求个安全，求个平安，这才幸福，啥叫幸福？对不对？实在听听我觉得你跟俺俩，你俩也挺般配。实在，从现在其实觉得还真高兴。那现在就不太好说。那现在不太好说，但是心里可善良。啊，心里可善良。啊，一天啥来？你看，客气应该人家是吧？一天说聊天电话吧，大部分都是俺俩压开，也不叫我上天，压开把事儿办。对，这个对的。哎，实在。俺俩不善言语，就这样的，但是心情可善良。从此嘛，我俩有互补了。对，我好说他，就好说他，他不好说。对这个家庭以后都有好处，也都好说了也不行。嗯。因为不都不好说了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家庭就是这样组成的。这两口都是一个好说，一个不好说，这样。我跟妈妈，我可好说，一天上老啥人外天老堵我的，他来他家里好说，他不好说。俺谁呀妈？可能俺今年人家家里，俺今年可能俺闺女吧，也是个忙，也好说。好说啥呗？也不说废话。说说那废话，那啥说？废话说。废话说。其实心里可善了。可改。可改。但是咱没别事儿。嗯。有点啥事儿，家里有些事儿咱不用说，也得把事办。确实就是这样。